导演就是对你们很，就是你觉得你们这帮小孩挺凄惨，觉得你每天就是开工酒店，还有每天还有外面很多粉丝拦着，也不能去上逛街，也不能去玩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让导演说你的生活是凄惨的，刚才导演说凄惨这个词来形容你，说你人生里说三里屯都没去过，我三里屯我知道。说没去过，他说三里屯都没去过。我没跟他说我没去过三里屯啊。你去过吗？我去，谁没去过三里屯？导演觉得你没去过。我去过，是吗？他觉得你很惨，因为连三里屯都不能去。那导演的意思说，可能现在就真啊，确实很久没去过。就是三里屯那地方，我是去过。我是问三里屯是问凄惨。凄惨。凄惨。